朋友们，大家好。2018马上来到，首先给大家，拜会新年，祝大家新年心想事成啊！最近几天，在政治领域里面，这个国际上比较热闹，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好像似乎大家都不怎么关注这个财经方面的事情啊。但是我呢，最近那个又看了一些这个资料啊，首先看了美国的2017年联邦级的财政支出数据，很有意思。这个美国啊，把62%的财政支出花在了老人、小孩和退休的这种，就是这个退伍军人啊、伤残军人和残疾人身上啊。总共他们的财政支出是4万多亿啊，2.6万亿花在了老人、小孩和残疾人身上啊。这个加拿大呢，数据我没去查，但是加拿大应该是这个比例啊，要比美国高，因为加拿大的医保啊，是全免费的啊，教育也是国家全都的啊，就是这个养老也是国家承担的，所以比美国可能高一点。那我又回过头来看了中国的数据啊，中国的数据不好找，因为这个数据公开的很少，而且各个经济学家测算的都不太一样。我呢用了不同的办法啊去测算，基本上可以确定啊，60%的这个财政支出啊花在了青壮年身上，或者是花在了这个国家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身上啊。这个呢很有意思，这就涉及到政府啊应该是这个它的职能是什么，应该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个而在中国的这60%，被公务人员或者是被这个三公消费啊，这通通加起来花掉以后啊，剩下40%里面呢，有21%花在了老人和小孩身上啊，比如教育、医保和这个养老这一块儿啊。但是这21%呢，它并不是很均衡的花费在了所有人身上，这里面呢又有不同的这个统计啊，基本上来说，大约70%的费用呢，又被30%的人花掉了。言下之意，大约70%的人呢，并没有这个享受到很多的这个社保福利方面的这个支出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如果这么走下去啊，一定是这个两极分化啊，就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结果，那就是这个社会矛盾啊，这不言而喻的，对吧？在各个地方都产生了这种，退伍军人上访啊，这个贫困人员闹事啊，这实际上呢，跟这个体制安排有关系啊。这就让我想起来另一件事情。那么在若干年前吧，给一个大型央企做咨询研究啊。其中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企业里面存在一小部分人，年纪比较大，知识比较老旧，啊，这个工作效率也比较低，但是他们却占据着企业里面的重要岗位，而一批掌握现代知识的硕士、博士，却是这个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啊。送过来的合同工，啊，他们一到这个合同期限一满啊，就有可能被辞退，那么前面那一小部分人啊，他是终身雇佣关系啊，就是国家不能，企业不能辞退他们，这个情况啊，我以为是个别现象，最后啊，调研下来。是在中国大面积展开的一种现象，在国营企业里普遍存在，就是一部分人享受着终身雇佣的这种承诺，国家不能辞退他们；另一部分人是劳务派遣出来的合同制工人，而往往是合同制工人、合同制的这种合同工，掌握着现代的这种技术知识，因为都是年轻人。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实际上，这个事情的产生啊，跟上一轮改革，
1859号文件和这一轮的改制都有关系。当时因为国家希望通过给这些老人提供无限期的这种就业保障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但实际上呢，改革并没有进行多少，但是这个无限期的雇佣关系啊却被他们拿走了。所以这个企业就有两拨人，这两拨人呢，你说他没有矛盾吗？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享受的福利啊、待遇啊是不一样的，政治待遇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这种二元制的用工结构在中国大面积的推广，或者在大面积的这个使用啊，一定会带来企业内部的消耗，因为它有矛盾，它有不满意。那么，国家为了管控这一块儿，一定是要去花费很多成本。我们说，所有有边界的地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那么这中间一定是两拨人中间有边界、有隔阂，所以有边界的地方在管理学上都是成本。在国家这个层面上，维稳费就是这么来的，基本上都是两极分化啊，然后你要弥合两极分化之间的边界关系，你要用维稳一样所以我们说这种二元制的用工结构啊，其实在撕裂这个社会我们看中国不光有二元制的这个用工结构，它还有很多二元制的这种现象你比如说这个反应比较强烈的食品的特供它就是一种二元结构一部分人享受了这个特殊服务医疗方面的特殊保障有一部分人，主要是离退休的这一部分人，离休的这部分人还有一些这个伤残的高级官员军人，那么他们享受了医保里面大部分这也是一种二元制的这个福利结构你比如说这个编制和非编制人员，这种二元制结构就把人为的这个划分的这个人的这种圈子阶层和他享受的这种福利保障那么最大的二元结构就是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这是个二元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呢，上面为了弥合，又推出了一种混合所有制结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移动和庆丰包子都推出了这个混合所有制改制，成功的一些消息或者改制，全民所有制，像这个国有投资改制的这种消息。那么实际上，这些都是，混合所有制不可能弥合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这个二元差异的混合所有制它的寿命是有限的。那如果说以股份制的方式存在呢，这倒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中间边界太多，管控成本太大所以一直导致这个社会呼吁来说这国营企业管理成本太高。实际上你自己人为的制造了很多边界，对吧？那么这种二元制的结构，作为管理层来说，他不是没有看见的，他看见了，但是谁也不愿意去改变它因为谁也不知道改变它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状况。就像我们说的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没有一个统一定调大家都不去动它，大家都认为二元制结构还能撑一段时间。那么二元制结构往前走实际上是消耗了大量的这个社会成本导致整个社会呢这个市场比较扭曲不能这个准确的反映市场的信号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这个管理层是不愿意去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解决方法，但是呢他们为此花的这种钱花的这种成本可能比挣来的更多所以呢，我们说经济决策对这个微观层面上影响太大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这个经济方面的很重要的现象是另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都知道2015、16、17年中国有一个改革叫做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呢？我去这个真的查了资料啊，跟各个大家的这种发言啊，这种经济学家啊，金融专家啊，政策专家的发言啊，我都联系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大多数人的发言都不一样，这就说明他们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却，这个是一样的，有个共性是什么呢？几乎看不到对供给侧改革的批评声音。我们说，不管经济学还是管理学的理论，还是金融学的理论，多大的这种专家推出的理念，总会受到批判的，因为它不可能涵盖所有人的利益。你比如说这个桑缪尔森，比如说这个市场营销学的菲利普·科特勒，他的作品已经全世界印了十几版了，但是也有人批评他，这个波特模型的波特，对吧？德鲁克这个管理大师啊，照样他的作品受到批判，但是供给侧改革却没有怎么受到批评，这让我非常吃惊啊！所以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些大家的发言，弄清楚什么叫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供给侧改革就是把需求的三驾马车除外之的这个改革啊，都装到供给侧改革的框里面去了。从工商、税务、银行、土地、海关到国资管理，各种这个关切都装的，都以供给侧改革的名义进行。实际上，这些改革原来都存在，它就是一种新瓶装老酒的游戏。但是供给侧改革啊，却是这个不好理解的啊。我相信这个决策层不一定完全搞清楚，所以有人给他们总结了一下供给侧改革，把它叫做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简单的说，供给侧改革就干这些事儿。那么供给侧改革也进行了多少年了？我们看中国经济并没有起色，而且继续向比较恶劣的一种环境下滑行，它一定是出问题了啊！从我个人的判断来说，供给侧改革是高层提出来的一种经济战略，同时它也是最大的一个战略误判。供给侧改革带给整个中国经济的不是一个光明的前途，而只会把改革引向一个非常混乱、引向自我循环的一个死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说，供给侧改革啊，本来它是一种部门级的改革目标，所谓部门级的改革目标，说供给侧改革这些能不能做呢？是能做，应该是各个部门去做的，这是它的本职工作。对吧？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很多国家级的策略在形成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受各个部门意见的左右的。那么各个部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自己的私货加进去了，希望以国家的名义实现部门级的目标，这是一个悖论。做的比较聪明的这个各个部门都有，国资委比如说，过去管人管事管钱。现在一看管人管事管钱要出事了，管不好了，国营企业不听他管，最后干脆管资本，并且让管资本的这个话呢，从国家领导人的嘴里说出来，抓实权，捞实惠，把责任呢，把问题呢，全推给这个社会，推给国家层面，这是一种极其高超的这个治理游戏，但同时呢，也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供给侧改革的很多要求啊，是各个部门应该完成的那么还有一种这个比较严重的悖论啊，在供给侧改革里面，我相信很多人发现了，但是没有人去说它，没有人批评它，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没有反对者，大家都在这看欺上瞒下，坐等朝廷出事，怎么回事呢？你
现在，我们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两个提法，这个我们分析一下。一个叫做国营企业要做大做强，理直气壮的做大做强国营企业。第二个，那就是说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他就要求国营企业不能停产，不能裁员，不能那个缩减，因为地方政府需要税收，地方政府要解决就业的问题，对吧？那么要做大做强，他就要投产，他就要去扩产，但是他生产出的东西会不会能不能卖出去呢？不管，不能卖出去也得生产。钢铁行业8亿吨钢，中国这个产能，而中国的实际需求大约在5亿吨左右，那3亿吨怎么来的？做大做强国营企业搞来的，对吧？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方向啊，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呢，又要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国营企业闷头在生产，不敢销售，所以这个产能过剩了，库存高了，对吧？去库存呢，还有一个原因是，房地产，房地产呢，主要是三四线城市要去库存，这个实际很难完成。但最近我看动作力度很大，有一件事情跟这个去库存密切相关。就是驱逐低端人群，北京、上海、深圳都会这么干，干什么呢？就是把人赶回原籍去，三四线城市去，去拉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解决三四线城市这个预算短缺，政府无法运行的这个尴尬局面，这是去库存，去杠杆，去金融杠杆，这件事，更加的这个。诡异，去金融杠杆这事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企业要扩大这个产能，扩大生产，然后呢，这个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办呢？不能裁员，只能让国家，通过信贷来这个兜底，国家呢，于是发了很多钱，印了很多钞票，这些钞票呢，貌似都要流到这些。这个企业里面去，但未必是。我们说中国的金融体系不断的印钞啊，他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呢叫做这个前列腺肥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好比良田里面缺水，这个人们给这个供水，通过水管供水，这是正常的现象。问题是现在供水的水管子啊。到处被各种强盗和小偷打上洞，你供的水啊流到他们家去了，结果这些强盗和这个小偷啊家里家产万贯，钱太多，不得不把这些钱拿出来做高利贷，但是这些良田依然缺水，这就是在金融领域里面的悖论。我不相信决策层没有看到，你们的水没有流到良田里面去，流到了贪官的家里。可是你们还不停的印钱，不停的在印钞票，最后让这些国营企业，这些像中石油、中石化、国电什么这些不缺钱的国营企业，钱多到什么程度，他必须去办银行了，他必须自己去在社会上放贷了。这难道不是误判吗？这不是误判，我相信，这既有误判的成分，也有被绑架的成分，经济决策层被绑架的成分。也有无知带来的这个成分。我们说去库存、去杠杆，这个去产能，和前面的做大做强做这个国营企业这两条线上，这不是冲突的吗？一面要做大做强，一面又要去产能、去库存，对吧？这个小孩子拉肚子了。要去上厕所坐马桶，这个老爸不是给小孩子看病，而是不停的在修马桶，不停的在冲水。你怎么可能把经济问题解决好呢？最终的结果一定是两极分化、贫富分化，富的越来越富有，穷的越来越穷，对吧？我觉得这个悖论啊，
就明显的指出来，做大做强国营企业和这个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是冲突的，是一个死结，谁都不可能解决好问题，大家都套在这个里面啊，一部分人在挖坑，一部分人在填土啊，填沙子，这就是一个内部游戏。什么时候这个游戏会做不下去呢？就是你这管子没水了。这里面呢，有没有政治方面的影响呢？我想也有。这个据说啊，做大做强国营企业是这个老大的看法。三去一降一补啊，主要还是国务院都喊，老二的看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死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挖坑的游戏，所以我们说这是2018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应该说上层要弥合或者是协调宏观政策，如果不协调，让这个游戏继续走下去，并且我感觉大约能都一年时间吧，资源就被耗尽，精力也被耗尽，热情也被耗尽。经济的这个危机啊，真的会来临，所以我们说，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多人提出很多观点，还是在供给侧改革上，这个围绕这个去做，因为其他的好像经济学家都不敢怎么去说话，不敢去提其他不同的意见。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向在哪里呢？三句话。减税裁员放松管制，通俗的说是这样。如果我们用专业一点的术语来说，减税就是提振需求，让大家有钱消费，这个裁员就是降低财政的这种支出，我们也叫做压缩政府支出，你养不了这么多人，放松管制叫什么呢？叫减少政府干预，就是提振消费，这个减少政低政府开支，减少政府的干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啊。这川普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儿，他用了世界上当前拯救经济最好的方法之一啊。中国也可以学习啊。如果不想出现大的经济问题的话。减税裁员放松管制是必不可少的路，除非你管理经济就像管理国营企业一样半军事化去管理，或者完全的计划经济，用枪口去管理。如果你还承认市场经济，那一定要相信里根经济学是起过重要作用的。那川普这么聪明的人，对经济这么懂，他现在无外乎也用的是这种成熟的经济学的理念。他不就是里根经济学加了林肯的政治学的思想吗？大受欢迎吗？民有民享民治，加上减税、裁员、减少干预，这就是好的治国方略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中国经济不是说可以掩盖它的问题的时候，必须揭开这个问题的本源，它究竟发生了什么？正视现实，这才是正确的方法，没有人反对的政策，一定是出问题的政策。一个上海的小青年，一年收入一个月收入10000元，去掉各种支出之后，留在手里的自由支配的钱不超过1000元，他怎么消费呢？怎么拉动需求呢？一车苹果从北京运到广州，比北京运的美国还贵，各种税费，实际怎么生存下去呢？这个2015年娃哈哈的这个老大啊，曾老太爷讲，
他的企业里面有500多项收费，最后财政部带人去查，317项，300多项收费啊。我们在加拿大企业里面的一年一报税，我交2笔钱就 OK， 1笔是交给国家的啊，收入所得税，第二笔是交给会计的，因为会计算出了我应该交多少钱，然后会计帮我把这个报表啊寄给税局，那我呢给会计付一笔钱，就2笔钱。至于这个钱到政府层面怎么去花，联邦和省上怎么去分，那是他的事情，对吧？其他的不用管。你说教育啊什么的，教育不是这个企业税里面出的，教育是房产税里面出的，嗯，也不是我管的，对吧？企业没人来打扰，而娃哈哈有300多项收费，这怎么能活得下去呢？我们一直在说，嗯，民营企业实体经济无法生存，难道这真的是误判吗？这都看不见吗？啊，这种路走不远的，啊，在这种这个二元制的扭曲的市场结构下，所以现在实体经济，不管是它是实体经济在出走啊，搬迁，或者是压缩产能，或者干脆关厂子，都是可以理解的。实体经济现在可以挪腾的这个空间不大，就是它可以生存的空间没有多少了。再这么走下去，它连逃命的空间都没有了，这才是最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怎么带来的？经济决策层对经济啊本质发生了误判，提出了不符合经济自身运行的规律的这种政策导向，甚至用这种政治化的手段去管理企业，半军事化的手段去管理企业，我们说这一定是灾难，嗯，这一定是灾难，这种经济体没有成功过的，连最古老的希腊里面那么聪明的先哲里面啊推行的这种理想国都没有成功过。所以反思宏观经济，反思经济决策，这是2018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如果不解决上层的误判，2018年将是中国经济极其艰难的一年，将是中国经济出现重大隐患的一年。啊，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密切关注啊，我们拭目以待。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我跟大家继续分享啊这方面的一些成果。好，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